好，谢谢曲总。相爱容易相处难，相爱很简单啊，她漂亮，她对我好，任何一个小小条件都有可能让两个人在一起。但相处靠的是什么？相处靠的是彼此的理解，彼此的包容。我相信你们两个最初选择在一起是为了最终有一个婚姻的结果，本心是好的，但是你们彼此没有那么欣赏对方，没有那么理解对方，没有那么爱对方。所以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能体会到的是你们的那么的不和谐。女生也说了，那我这谈了两年多我也舍不得呀。男生也说了，我这都32岁了，谈婚论嫁的年龄都跟家里都商量好了的事儿，我如果从头再来，我付出太多。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真的发现了彼此的不合适，今天止损远胜过于日后婚姻生活中诸多的麻烦，两个家庭彼此面对的困难。可能今天去处理好你们之间的危机，我觉得更容易一些。去找一个你认为的像你的合伙人的太太，像你的前女友那样简单生活朴实过日子的女人，你去找一个宠你爱你的愿意满足你的小甜蜜小心思的男人，不是没有。真的希望你们各自都能找到幸福。谢谢谢谢叶老师。